所以有一些船到这里没有水道了，不晓得他们要开去哪里。应该是一个餐厅。咱阁继续行。现在这里就是比较豪华的茅草屋了。你看这样的格局，实在是很吸引人。我们晚上就是要住在这边。他们的，哦，麻那一只好大哦。现在来的比较没有花的哈，用了很多的，可以坐在平台上面钓鱼。这个要卖，哦，这里很多租船的，马达是电动的呢，它那个是马达是电动的呢，这个船马达是电动，哎，这种坐死的人没问题呢，哦，这件是很漂亮的茅草屋，它是一个渡船头。哦，这个停车场啊，那时候我们看夏天很热闹，现在人比较少。快要到我们住的地方了。漂亮的水道，哦，闻到。